Let's go! Okay, be word, be smooth. 跳动的节奏 let me hit ya. 不断而又出来。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乖的一个 boy， 很听话，他长得非常的秀气，我们都觉得，很可爱，是可爱型的。大家好，我叫泽宇。泽宇哥乐于助人，我有困难的时候他也会帮助我。我们平常都喜欢喊他小雨，我们都喜欢叫他小雨吗？自我开朗的时候总是爱开玩笑，然后把我们就是逗得挺乐的。Who's the boy？ 就是我有优点和缺点，优点呢就是比较内向，不算优点吧。缺点就是有时候喜欢发呆，还爱发呆，想事情的时候会发呆。小雨啊，你要加油了。他现在已经变得，如果在发呆的时候呢，自己能提醒一下自己可以不发呆。 I like you， 哥哥我看好你。 成功只留给努力的人。 Boy st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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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 story。 呼喊的声音逐渐越来越大，过途的事儿准备好就出发。 We'll find a song， I will take it。 Yeah， can be like us， just fake it。 Yeah， can be like us， just fake it。 别忘了下次继续收看 Who's the boy。如果 boy story 是一个人的话，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子，很 hip hop。 下一集更精彩哦，这集最精彩哦。不要忘记收看下一集的 host boy 哦。